哦，好吃，好吃哦，嗯，好吃，好吃。哇，这个好像在家哦。你知道吃掉那一口，满满的儿童时候的朋友影像全部都出来，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眷村之旅。哦，是完整的哎。我们两个可以合照，我们两个拍，还是我去别说。我现在有点不相信你的行程，就有点不太信任你的行程。